带两个小妹妹来看我一个星期前发现了鸟窝，已经孵化出鸟宝宝了。两个妹妹很兴奋，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一颗蛋没有被孵化出鸟宝宝。我想鸟蛋里面如果有生命体征，快要出壳的状态，捧在手心一定能感受到里面有动静的。而这一颗鸟蛋却鸦雀无声。鸟宝宝的背部已经长出白色的绒毛，大概出壳有两天的时间了，证明这一颗未孵化出来的蛋一定存在异常。鸟蛋虽然不是同一天下，可都是同一天开始孵化的，所以鸟宝宝们出壳的时间不会相差超过24小时。用石头敲开蛋壳，看里面什么情况，希望能助鸟宝宝一臂之力。虽然并没有闻到坏蛋的异味，但是蛋黄很散，足以证明鸟蛋变质了。没有孵化成功，有血丝，血丝中间有成型的胎儿，胎儿没有蠕动的迹象，看来 barbecue 了。我开始还担心鸟蛋里面有生命体征，被我破坏了，我良心会受到谴责。视频发出可能会被网友骂，看来我做的没错，给孵化出壳的鸟宝宝腾出更大的空间。